三个城市，这新那个眷村文化节做的最好的，不夸张，就是新北市。真的，因为我们是用实力去飙到，我们不是内定，因为在十月十号那一天，国庆日的那一天，侯友宜他把那个各位知道三重一村吗？那个三重不是有一个空军三重一村？哎，你们都不知道。好了，反正那个眷村示范眷村就对了，不管他啊。那他把那他是一个防炮眷村，他把空军的高射炮、防炮两个一个大炮全部搬到那边去，是真的大炮哦，还叫阿兵哥去那边驻守哦，这样子哦，大家媒体是不是就来拍照？请问侯友宜来了，那个炮也来了，是不是媒体就来了，就曝光了？整个电视上都是新北市的天下。那柯文哲跟郑文灿因为不是眷村孩子，所以他们不管这些，他只交给文化局局长来操作。但是侯友宜是眷村孩子，所以就做得很好。那今年我们又去飙，还没有开始飙啦，但是我估计应该可以飙得到，因为去年做得很好，去年做得不错。那新北市这边哈，哎，昨天我是不是跟你们讲到卖那个康乃馨有没有？有讲到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帮了政府的忙，是不是政府就会帮我的忙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事情政府都让我们做了。去年的七月份，台北市的旅馆没人住，因为。